好了，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王老师小白零基础易学就会的非洲五直播课啊。今天老师继续给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的四关闯关啊。那今天呢，有一些乐曲呢，老师要重新带大家去熟悉一下，比如说我们的小兵姑娘，哎，之前已经学过一次了。那么整个完整版的呢，老师今天还会给大家重新讲一次，然后呢，还要给大家讲一首歌曲啊。是非常好听的，叫做《跳舞姑娘》。那今天呢，我们刚起来，咱们先打一个歌曲吧，打一个新疆风格的歌曲啊。我们你可以用一个万能节奏，咚咚哒哒咚哒咚哒哒咚哒都可以啊。来，咱们一起来一次。是本次主播王老师，欢迎大家准时每周六的8点钟准时在我直播间出现。那么今天呢，我老师继续给大家带来四关的闯关游戏。但是闯关游戏，之前呢，我们是每一关闯过，闯的时候呢，会答2首曲子到3首曲子。那么今天呢，老师一会改变一些曲子，二会改变一些速度，三呢是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要学会2首的音乐，2首歌。一个是桥边姑娘完整版的一个演奏，还有一个是跳舞姑娘。好多同学说，老师我挺喜欢那跳舞姑娘的，学一学吧。好，到时候我会给大家带来跳舞姑娘的一个详细的讲解啊。今天大概1个小时直播啊，我尽量把这个我们的教学内容压缩到1个小时之内啊，咱们尽量在1个小时之内结束，好吧大家。好了，那么今天的直播正式开始啊。首先呢，有些同学说，老师平时我们经常去打那个万能节奏，那万能节奏究竟能有多少个组合？那么其实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啊，简单的组合就那么几个。比如说老师今天给大家做4关的万能节奏，对吧？那么一拍一个的，比如说我们这个
懂哒懂哒和懂哒哒哒，这本身就是一个万能节奏。那么在万能节奏里边，可以去进行非常多的演奏啊。那么今天老师再给大家做一些其他的一些组合，比如说我们可以换曲目啊，之前打的比较多的，比如说《万水千山总是情》啊，比如说最新的人的啊，这些我们经常打。那今天老师给大家换一个非常好听的，也是现代比较流行的一个歌啊，叫做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简单的四分音符的节奏型啊，我们只打一遍啊，只打一遍，而且我们迅速的往下走，因为今天的一些内容，尤其是歌曲的内容，老师给大家做的比较丰富，所以大家跟上老师的节奏啊。有些新来的同学不要着急，你说老师我新来的，我还不懂音乐，不懂识谱，那么我现在不懂打怎么办呢？您跟老师一块来啊，我每次的直播，每次的一些课程。都会复制一下之前的内容啊，那么今天呢，我会稍微复制一下，一带而过，把更多的内容放到我们的歌曲讲解当中啊。好，大家跟我一起来，首先第一组七加一，我们用一个非常好听的歌去给大家带来啊，这个歌叫做《早安轮回》，大家听过没？如果没听过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曲子打出来啊，这个曲子非常好听啊。来，我们从开头开始，首先听节拍。一首曲子节拍非常重要，首先听节拍，听速度，这个前奏啊，非常明显啊，听懂
在弄那镜头，有同学说老师那个镜头反了，反过来我看是反的啊。好，那现在已经镜头已经正过来了。刚才老师带给大家打的就是一个七加一，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节奏组合，那么叫七加一，就是七遍节奏上一遍加花，这个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我就不往下赘述了啊。我们接下来到第二关，第二关的这个节奏型呢也叫万能节奏，它是一个在第三拍出现了两个八分音符的节奏型啊，这个相对来讲呢使用频率会非常多，大家看一下。在这个节奏里边呢用处特别特别多啊，那么平时咱们比如说有一些流行歌曲啊四四拍的节奏型用它做的还是比较丰富的啊。老师给大家去打一首歌啊，非常简单也非常好听。那么第一拍呢我们是低音动，第二拍是高音大，第三拍是动动，第四拍大。那么大家看一下，这第三拍呢是只是多加了一个动，那么正常第一关是动大动大，而第二关是动大动动大，第三拍加了一个低音，会让我们整个音乐旋律啊更加丰满，更加好听，更加有区别啊，也打起来比较好玩，因为我们里边加了一个八分音符啊，第三拍的八分音符。来，我们打一下这个歌啊，打一个稍微快一点的啊，好，咱们打一个赶花街吧，要打赶花街啊。这个街有的时候是多音字，来，我们来一下啊，速度会稍微快点，大家跟上老师节奏，跟上我节奏啊。我们用三加一的组合形式，我来完成它啊。有一些同学说，老师，我刚进来，我还不懂音乐，不懂识谱，我怎么跟你打呀？你先模仿我啊，因为今天老师主要给大家做的是一个，一个第二节课程，就是有些老的同学跟我一起学了很多课程的同学，我带他们去进行乐曲的一个学习。今天主要是这些这个课程内容，所以说第一次来到王老师直播间的同学们不要着急啊，老师呢会在之后的一些时间里给大家做一些更精细的一些教学。当然今天呢我是主要是服务老同学的啊，那么新同学来了以后呢你可以跟老同学先一块动起来啊。我教的这些内容呢都是很初级的内容，所以大家只要是能够跟上我们的节奏也是迅速可以学会的，好吗？跟老师一起来啊。来，我们看一下，动大动动大，这个是我们的节奏型，要反复演奏七遍啊。下边是加花，加花是让我们的音乐更加有粘性，更加圆润，更好听，所以加花节奏每次在七遍之后会出现一次，就是七遍节奏型一遍加花，这个组合叫做七加一。那么无论我们什么样的组合，七加一是个非常均衡非常常规的一个形式，就是我们七加一去组合啊。好，哎，我们把它打一遍啊，一二，我们上手打一大咚咚大，三大咚咚大，第四遍四大来咚咚大，第五遍五大咚咚大，六大咚咚大，七大咚咚加花了，八大来咚大大。好了，接下来我们放赶花街，哈哈，有好多同学说老师我很喜欢那个歌啊，来，我们
这就是一组万能节奏。那么万能节奏的出现，其实对我们尤其是零基础小白的学习是非常友好的啊，它能够让我们零基础的同学迅速上手，迅速能学会歌曲。其实打节奏型是没什么意思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老师有时候练习的时候确实很枯燥很烦，我不愿意做过多的练习，但是我愿意打曲子。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基本功的一个叠加，没有基本功一个对自己技术的一个提升呢，很难去直接打曲目。就像刚才这个这么简单的三加一，那么如果你不熟悉董大这个节奏型，你不知道八分音符怎么进怎么出，你不知道加花怎么进几加几，那咱们是很难去打的，对吧？你打一次两次可能跟得上，哎，八个小节过去你就不知道哪儿去哪儿了啊。所以练习基本功来讲呢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是这个基本功呢，在练习当中老师会运用一些其他的手法，比如说一些教学法呀，然后一些教学的方法内容游戏，去让大家去慢慢的，哎，在快乐的学习当中掌握好，并且能够学好我们的基本功啊，这样的话我们对我们以后打歌曲会非常非常有作用啊。好了，那接着我们就往下去了啊。刚才打的是第二条的一个三加一，一个七加一，它的名字叫万能节奏啊。当然这个万能节奏呢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比较好打的，是不是？好了，这里是王老师小白零基础一学就会的非洲舞之播客啊。今天主要是针对老同学做的一个加强的一个学习啊。之前我们已经打了很多很多歌曲了，很多很多基本功。那么老师呢，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两首的歌曲的学习。第一首是桥边姑娘的完整版，这是好多同学天天在后台，老师我要学桥边姑娘，我要去进行年会，我要暑期的时候家长开家长会，我要去表演，我打什么曲了？哎，你就打这个曲子啊，比较好上手，也比较好简单，而且特别容易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之前跟老师给大家做上课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董大啊，其实记起来是比较费劲的，我们不要去记它这么多繁琐的字母，我们只要去记住曲式结构。一个歌曲的结构和框架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我们记住框架以后，哎，再把音符旋律记住，那很快我们就可以脱谱了，就不需要去看谱了。你看有一些老师上来以后，哎，没有大屏幕呢，他就让我们同学尽快的先去记住旋律的走向，然后记住乐曲的框架，哎，这两点记住了以后，我们就会迅速的把谱子扔掉，不需要了啊。好了，咱们现在初期还是需要的，因为不知道如果不初期不需要谱子，后期你把它就是你的记忆能力没那么强，所以这个谱子会记不住啊。来，我们先把这条先看一下，这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的万能节奏，我们叫它万能节奏 1.0 啊。那么这个呢是老师编配的，这个编配的这个过程呢里边，我会想到，哎，如果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哥哥姐姐们，哎，如果他反应的没那么快，我们是不是需要把音符稍微的这个难度稍微降低一点，所以我进行的没有那么复杂。那所有这些万能节奏呢，它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上手的，但当然速度快的另说啊，咱们只要慢速在60到90这个速度之间，我们打这种节奏，你可以打好多好多好多歌曲啊，你想打什么打什么。你比如说后天我想上台，我只有两天的时间，我怎么准备啊？老师告诉你，给你编一个3加1，你就可以上台了。3加1，哎，如果觉得比较太单调，好，我给你在3加1里边变几个形式，你会迅速的学会，让别人，哎，这个姐姐或者这个哥哥，哎，还是打得不错的啊。好了，来，接下来我们先把主干节奏先把它打，先把它先记下来啊。骨干节奏是一个乐曲的骨架啊，乐曲是由骨干节奏和节奏型，还有一个加花节奏所组成的啊。我们看一下，第一拍咚，第二拍大大，第三拍咚，第四拍大。哎，这个节奏型呢是先是右手打低音，然后是右左打高音，第三拍右手打低音，第四拍右手打高音。我们来一次啊，一、二、三，开始。咚，大大咚，你有新买家请先咨询，右左尽快回复。右，咚，大大咚，大来右，右左右右。这个里边啊，只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比较费劲，就是转换的时候，一个右手一个右手，一个低音一个高音。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右手转换的时候呢，要像镜摄像头拍录像一样，哎，正着放一遍，然后再倒着放一遍，正着放一遍，再倒着放一遍。我们的手也是。你有超时未回复的消息，请尽快回复。低音、高音、低音、高音，正着放，倒回来，正着放，倒回来。
当然它有个抛物线，不知道大家看到我的手没有啊？这个抛物线呢非常重要，它是抛到半空中，然后再回来，再过去，再回来，咚哒哒咚哒咚哒，哎，你会做的非常顺畅，而且越做越漂亮。你有超时未回复的消息。好了，那接下来呢，老师要带大家去完成我们这个节奏啊。好，我们准备啊。好，来，我们先用那个一个小曲儿吧，用小曲儿。这个曲子，来，这样我把那个节奏型加花再给大家去做了啊，把加花弄完以后呢，我们直接把打成手的啊，打一首曲子就可以完成这个第三关的这个完成节奏了啊。第一个节奏型我们没 OK 没问题，是咚大大咚大，这个是节奏型，我们要反复演奏七遍啊。演奏七遍以后，第八遍我们要去完成加花节奏。这个加花呢，老师给大家编排的全是高音啊，后边全是高音，除了第一拍是低音以外，后边全是高音。我们来试一下啊，一、二，我们试一下，咚。你有超时未回复的消息，请尽快回复。右左右左右，咚，大大大大大手法，右右左右左右。哎，这个加花是承上启下的作用，它让我们音乐跟音乐之间变得更有粘性，更好理解，也更好听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用一个三加一的节奏组合去完成我们的加花和我们的加花和节奏型，好吗？大家一起来啊！好，没给老师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没老师点亮粉丝灯牌的点点粉丝灯牌啊，进入到我的粉丝群里啊。好，那么今天我继续啊。刚才有个消息，老师弹窗，老师影响我。我把它关掉啊。好了，好的，好，来，准备。Love dance， 还是有点出错。二三，小孩子，三。放开，要过着情人心上的线。刚刚这个意思是万斯，大家注意，还有球，大家关注。把你带到我的身边，别怕，加油。白露大，请保持情人温柔的脸。
像这种歌曲呢，我们重复啊，反复进行七加一的组合，就非常简单的把这个曲接打下来了。那它中间有些过门呢，其实我们可以用更复杂的节拍去把它完整的打下来。但是我们现在小白领曲，我们不需要那么复杂的节奏，我们只需要先完整的把一首乐曲演奏出来。那么七加一或者三加一这个组合，既能满足我们对音乐的这种探索，也能满足我们对非洲舞的驾驭。何乐而不为呢？是吧？既简单还好听，而且还好打啊。那么如果以后我们水平增加了，我自然而然的会教大家更多的一些节奏型，更多的一些手法啊。那么咱们在以后的学习当中，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的去把它一点点学会啊，不用着急，因为一口气吃不了大胖子，咱们一点一点来啊。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三关的万能节奏型 1.0 啊，我们就往下过去了啊，这个先不去说了。好了，这个是 2.0。这个节奏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节奏型啊，因为为什么我喜欢它？因为它在教学当中非常实用，它只要动手，不用动位置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玩的，就是你只要动手啊，位置不用变。那么平时我们右手打在鼓中间，左手打在鼓旁边，这个位置不变以后呢，我们会非常简单的就完成了啊。来，大家看一下，第一排节奏型是我们的骨干节奏型。咚大咚咚大，待会儿那个节奏啊，乔兵姑娘里边节奏是以它为主的，所以我们先把节奏型练一下啊。咚大咚咚大，手法右左右右左，来，大家一起来一次啊，准备。大咚咚大，右左右右左，再来一次，咚。右左右右左，好，这是它的骨干节奏型。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加花节奏啊。那所谓的加花节奏就是，哎，我要承上启下了。哎，这个节奏型它在里边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会有一个小变化。大家看啊，在第三拍的后半拍啊，八分音符是两个半拍，前半拍和后半拍。那么我们看在后半拍出现了一个高音，这就是第三拍。跟我们节奏型里的第三拍有所区别的地方啊，我们看，咚第一拍，第二拍哒咚，手法是左右，第三拍是右左，是咚大，第四拍是大，那我们连起来，咚大咚咚大大，手法右左右右左左，一起来，一二，我们一起来。右左右右左左，再来一次，咚大咚咚大大，手法右左右右左左，好了 ，OK， 好，接下来我们就完成用一个小曲子完成我们的这个节奏型啊，我们用一个非常悠扬的曲子去完成它。哎，大家跟我一起来，平时呢我们打哪个首曲子呢？哎。我们来这个啊，来，怎么突然变了？准备，速度也是比较慢啊。我不敢轻摇摇，他欢迎你。
春桃花明山月夜随你家来如花来我到任你踏青来桃花大朵开风尘情歌三流岁因为你从风中来你相随与桃花开不应装上我的问题吧，大家如果觉得哎呀老师我觉得还行挺简单的一学就会了给老师打一个三数字三代表我 OK 了这个节奏型那么我要迅速的带大家去学习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也就是完整版的桥边姑娘啊这个桥边姑娘呢不再是单纯的三加一三加三加一因为它里边有变化啊它有曲式结构的变化比如说前奏哎是什么样子间奏是什么样子尾奏什么样子哎中间还有过比如说我们有语文啊这个序幕是什么我们的前奏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序幕一出来哎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故事它描写一个什么样的情节啊而且序幕这个序更它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曲子的速度虽然我们知道一分钟已经是77拍了但是77拍究竟多快咱们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啊所以它前奏一出来我们就说哦这个曲子原来是这个速度我们接下来就会跟着这个速度去进行演奏了啊好那么在前奏里边呢一共有四个小节主要的一个部分啊那老师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三加一让它平稳过渡啊过渡完以后呢一套三加一打完以后呢我们最后有两个空拍这个空拍呢是用零表示大家知道啊在阿拉伯数字的零里边在音乐我们的简谱里边零就是休止符也就是在音乐行进当中不需要演奏这两拍你随便干什么喝水呀啊你是做游戏呀你说老师我睡一觉行吗啊你要觉得两拍能睡着也可以啊也可以去睡觉啊那经常我逗学生是我说两拍你可以睡觉啊但是两拍之后你必须回来因为只有两拍啊后边两拍之后就是我们的下一个主歌部分了啊所以说我不用去管它我们只要先把前奏给打完整弄好万事开头难这个前奏真的挺难的真的挺难的我来看一下啊开头咚大咚咚大二大咚咚大三大咚咚加花四大咚咚大大然后空空两拍空过去就可以了这么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个歌啊它里边有个地方让我们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起拍我们叫平时我们专业叫带起拍什么意思呢我有一个预备拍在里边就是我说一二准备开始然后我们再进但是这个曲呢它前面没有任何的提示突然就当滴帮第三个音符就开始了那么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了好几十次我都没有对准那个地方啊确实有点难啊就有些零基础的同学们来讲真的是不好去掌握那么老师呢有两个招数告诉大家怎么去掌握啊那么第一招就是我是个小白我是零基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办呢我们把手放在高点上哎因为我们如果直接拍下去会比较直接当就可以了当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时候准备好听两声当滴我就打哎这样会节省好多时间啊大家如果有好多小白零基础你说老师我确实不懂什么不懂音乐不懂视谱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进你就把手放在这个位置当你听到当滴啊就打它没问题这是第一招大家记住了吗记住的话给老师打一个理解你说老师我是小白零基础我打一个一理解啊那第二招就是很多大侠哎很多有乐理基础的朋友们哎你说老师我音乐节奏感很好我听到它的时候我可以自然的去做动作那么好我们就从起点开始哎从这个地方开始当滴哎我来打
也是也可以的啊，记住啊，这是给一些有音乐能力的，并且有很多年的一个音乐感的人啊。比如说到这儿，当滴，我做出一个幅度，到搜的时候我们打下去，这个时候呢更符合音乐逻辑性。你有个预备动作，你的整个演奏，你的音乐让人听起来更舒服。所以这个是给一些有经验的朋友们去做的。第二招，当滴当，大动动大，好了。说了这么多，第一招和第二招我都会让大家去看一下啊，怎么去把它选择啊。至于选择哪个，你自己去决定啊。那小白零基础，我跟你说还是选第一招比较好，因为第二招有的时候你可能来不及啊。好，咱们看啊，我先给大家展示第一招，就是我们直接啊，非常干脆的，非常直接的下去啊，准备好了，大家准备好啊。如果你说老师，我是小白零九，你就来这儿。你说老师，我是有音乐丰富的音乐经验，我就可以在这儿啊。二，三，两拍，老安邀请。要不要再来一次，大家？如果说老师我没跟上啊，好，我就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的时候，依然放在高点处。哎，这个地方等我的音乐出来，当滴当，这样很直接啊。再来一次啊。加花了，大大来冲。老外的邀请 OK 了吗？如果你说老师我 OK 了，我可以了啊，那你就给老师打一个 OK，或者打一个数字三，我就知道了哦。大家学会了啊。那接下来学会的同学，你说老师我想更舒服一点，更帅一点啊，更符合音乐逻辑，让我打得更有乐感。那么你跟老师来，我们从起点开始，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起点，也叫我们打击乐的低点。哎，我们从这开始，当低，听到哆咪的时候，我们打低，哆得下去。当滴棒，大咚咚大，当滴咚大咚咚大，哆咪嗦啊，试一试啊，来准备，大家准备，要上了。啊，来，冲两拍。洛阳铁马多英文王，是谁家？那么接下去就是主播了啊。他刚才，这时候大家可以用笔啊记下来，前奏我们。一三加一乘一，一遍三加一，然后两拍空拍，哎，两拍空拍啊，大家可以用笔记下来，这就是我们前奏的一个框架。接下来我们进行主歌的学习，主歌就是这个首乐曲的什么主要的内容，哎，它描写了一个男生女生的一个爱情故事啊，他们可能在桥边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卿卿我我的一些举动啊，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故事的叙述啊，叙述部分就是主歌部分，我们叫主歌啊，它没有高潮，没有特别喧哗，没有那么跌宕起伏的这样一个旋律，它就是很平稳的叙述他的故事啊。那么主歌里边呢，老师给大家做的一个框架是三套三加一。三套三加一啊，有同学说老师，三套三加一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打三遍节奏型，打一遍加花啊，这是第一套啊。第二套我们再打一套三加一，第三遍我们再打一套三加一，我们就是连续做三次三加一，然后第四遍我们不做三加一了，我们只做一个小节的过渡小节。大家看啊，懂的了懂的，二三。一遍，反复，第二遍，咚哒咚咚哒，又是三加一，第二遍，第三遍，咚哒咚咚哒，咚哒咚咚哒，哎，是第三遍三加一。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一个过渡小节，咚
动动大大，这个小节非常重要啊，它在音乐当中它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把整个音乐粘在一块儿，它是一个过渡小节啊，但是它除了过渡小节它没有其他任何意义，因为这音乐当中它没有什么重要性，它也没有什么对音乐有所起伏有所改变的作用，没有，它就是一个平稳过渡的一小节，所以我们可以随意动动动大大。接下去就是我们的副歌，副歌是本首乐曲的高潮部分啊。我们平时哎，这个歌我不知道名字，主歌旋律我也不知道，但是每次到最高潮的地方我总能唱出来，哎，这就是每一首歌的副歌，也是主要的高潮部分啊。好，那么先这样啊，我们先把这个主歌部分先把它打完啊，我们一共打三遍三加一，然后加一遍过渡小节啊。那如果你把这个节奏型已经非常多的非常好的已经打熟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谱子放在一边了，你不需要去看它了，对吧？记住，三加一打一遍，三加一打两遍，三加一打三遍，第四遍是咚咚咚大大一个过渡小节，都把这过渡小节放在这儿，大家看就好了，好吧？好，哎，我们现在从头开始啊，从那个算了，咱们直接从头开始吧，把前奏也带进来啊，前奏三加一两拍以后呢，直接进入到主歌部分，三套三加一。加一个过渡小节，哎，这就是我们整个前半部的一个结构框架。来，我们一起来啊，准备，我先喝口水啊。好，大家准备好了，我就开始了啊。来。是好简单呢，我既然记住框架以后我真的不用记谱了，你给老师打个 OK 肯定一下自己也鼓励一下我好不好，给老师打个 OK 啊，说老师这个节奏这个教法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哎，我迅速的学会了，而且我确实不用记谱了，哎嘿，高兴了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往下去了，因为不记谱了以后呢下边出现了跟之前节奏型完全不同的一个节奏，它有变化，嘿，变化在哪儿呢？大家看一下啊，副歌是我们整首乐曲的高潮部分，那么既然是高潮部分它就一定跟我们普通的节奏型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老师人为的在它的第三拍里加上了一个低音，也就是后半拍的低音啊。大家唱一下，第一拍动，右手打中间唱动，第二拍是哒动，没有变化啊，但是第三拍大家看一下是动动动动，第四拍是大。那这个节奏型究竟难不难呢？我们先去试一下啊。我个人觉得对于小白零基础来讲它有一定难度，为什么？它在第二拍第三拍出现了连续三个低音，哎，看动大动动动大。如果大家对节拍这个建立不是很充分的话呢，你去数三个就会比较费劲，动大动动，哎，你数三个就会比较费劲。但是如果你对节拍的律动感很强，就咚大咚咚咚大，一共数出四个数字来，那你这个节奏就会对你来讲几乎没什么难度了。啊，第一拍咚，第二拍是大咚，第三拍是咚咚，第四拍是大。那其实最比较好理解是什么？在第三拍节奏型里边多了一个低音啊。我们之前的节奏型是咚。大动动大，
而现在是咚大咚咚咚大，哎，只是在第三拍加了一个低音啊。来，我们一起练一下啊。我们用一个三加一的一个形式去把这个整个节奏型我们打一遍啊。准备，一二，我们三加一，咚大咚咚咚大，二大咚咚咚大，三大咚咚咚加花，四大咚咚大大。加花跟之前是一样的啊，这首曲子里加花没有什么特殊变化，我不需要给大家做出太多的变化，这样给大家会增加特别多的压力。那么我只是把节奏型做一点变化，我们再来一次啊！记住，在第三拍加入一个低音，一、二，我们一起来，一大咚咚咚大，二大咚咚咚大，三大咚咚咚加八，四大咚咚大大 ，OK 没有？好。学会这个节奏型的给老师打一个 OK， 你说老师 OK， 副歌里边的节奏型这第一个三加一我没问题了，那么我教给大家第二个三加一，这个第二个就不是三加一了，而是有一个变化，它在曲式结构当中多了一遍节奏型，也就是下边的这个组合变成了四加一，大家可以拿笔记下来啊，副歌第一遍是三加一，第二遍是四加一啊，当然节奏型里边的那个第三拍的低音，咱们也要去把它记住，是多了一个低音而已啊。你把记住多一个低音，但是它的数量和结构发生变化。第一遍是三加一，第二遍是四加一，然后又出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段落，它的名字叫做间奏，叫间奏，也就是在歌曲里边。前段和后边中间的一段没有歌词，没有唱歌，只是旋律这么一段，就叫做间奏啊。它其实跟前奏有点像，跟前奏有点类似，它也是承上启下的一个过渡段啊。一般的话的间奏一般是四个小节或者八个小节，也有十六个小节的。刚才咱们那疾风玉露，他们就是十六个小节，十六个小节很长啊。但是正常的话，四个小节、八个小节是比较。常规的啊，我们记住啊。那间奏呢，在这里边呢，桥面共调里边一共就四个小节，四个小节我们用一个常规的三加一就可以把它顺利的过下去。好，你在下边写着间奏三加一，哎，那么取到这个地方三加一的时候，我们已经把整首曲子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因为第二遍还是从头到尾一遍，哎，主歌、副歌，然后间奏这回变成尾奏了。因为尾奏也是四个小节，也是一条三加一，这样我们整首曲子就完成了。你说老师这么快就完成了，这么简单吗？我跟你说就这么简单，因为桥边姑娘它本身是个四四拍的流行乐的歌曲，它本身就比较简单，它的曲式结构也是非常简单，前奏哈，然后主歌、副歌、间奏啊，前然后主歌、副歌、尾奏没了，就这么点东西。好了，哎，咱们现在开始把副歌打一遍啊，副歌里边。一个是三加一，一个是四加一，跟我一起来啊！说老师，我这个动动打不好，打不好怎么办呢？我经常打错。如果您经常打错，我告诉你啊，有个好办法，你索性把这个后边这个动给扔掉，还是按照动大动动大，还是按照之前的那种打法去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数量，这个三遍和四遍不能变，这个是一个。已经固定的，这个是固定的啊。三楼就是三楼，四楼就是四楼啊。你说我想给它加一个楼层，抱歉加不了，房管局不让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给它做好啊。好，我们现在三加一和四加一，我们主歌开始，大家跟我一起来。我是桥，我是桥，我是桥边姑娘，你把我的大房坐在桥上，我听。桥边姑娘，你的芬芳，我把你放心上，刻在了我心房。桥边姑娘，你的忧。
的桥头旁，有这样的美姑娘，她有着伤。好了，大家怎么样？刚才这个前奏，加主歌，加副歌，加间奏，大家 OK 了吗？如果 OK 的话，给我比个 OK。OK， 好，那么我看到啊，丽姐已经 OK 了。那么我们现在直接从头到尾把《桥边姑娘》整首演奏一下啊！记住，它的结构依然是前奏、主歌、副歌、间奏，再回去主歌、副歌、尾奏，结束，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好吧，大家。哎，对了，今天你跟老师学啊，几分钟让你迅速学会啊。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去看繁琐的古谱了，也不需要去记那么多东西，我们只要记住乐曲的框架，前奏几遍，间奏几遍，尾奏几遍，中间有一些节奏型啊，加哪个低音加了高音，我们只要用脑子记住就行了。如果记不住，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们咔咔咔先在旁边纸上记住啊，我们可以看一遍就知道了啊。反复几遍，真的您跟老师多了不用说，三天就这小曲儿，你三天时间就可以完整的拿着它去上台表演了，而且应该没有，对你应该没有任何压力啊！只要你把它曲式结构记住了以后，把音色打好，你就上台吧，没问题哈。好了，来咱们从头开始，但是前开头这个第一拍咚这个音符，大家多去练习啊，这个是跟音乐的一个配合。哎，跟老师一起来，我们从头到尾打一遍《桥边姑娘》。准备。是不是这么记，能不能记得住？比记乐谱快了？你说老师，我觉得记框架、记结构比记乐谱快。你给老师打一个三就 OK。
我可以了，我今天学会了，过两天我要去显摆显摆，我要上台表演了啊！所以这个非洲鼓呢，就是好学好玩，还好上手。丽姐笑了，丽姐准备过两天准备去上台表演了啊！你说王老师教给我一个框架，哎，记住框架以后迅速脱谱，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好吧？刚才六公子说，老师你这个屏幕不太好啊，不太清晰啊。我现在做直播呢，我是用手机直接外放音乐去放的，我没有用那套设备。我今天因为有一些海外的朋友，我跟他们一块儿去沟通的时候呢，还是用手机比较方便啊，所以说今天晚上呢我是加播的，我就没有用我的那套原声设备啊，所以说大家看起来有点不是很好看，然后背面那绿布都没挡，都没遮，都没处理，直接绿布就上来了啊。然后呢今天我看今天已经9点多了，老师这个直播也要去告一段落了，那么希望大家明天，我看明天是星期天，星期天我要休息一天啊，星期天我要休息一天，那么星期一的上午9:40老师还是准时开播，好吗？大家如果有时间有兴趣想跟老师继续学，我们在星期一的早上我们再去。